台湾地方艺术布袋戏，台南关庙美玉泉掌中集团，黄顺仁领导，黄顺兴演出，五代赞同，黄朝刺剑。京师托万贯，武艺十八般，非是开大口，智勇两相全呐。再学黄巢如祭天呐，阿爹黄宗旦。母亲典氏，居住在大潮州客故关，当今五皇万岁大开黄本，开设文武二科场。我自幼练就十八般武艺，马上马下的功夫，收拾形容包裹。赶进中安武科场夺取武魁了！呜！朝臣，万里江山万里人呐！文官既必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建太平。罗虎点灵柱嘞！五皇万岁，大唐喜宗驾前为臣，身为吏部尚书主席，为当今涿州反了王仙芝，北洋反了上官神，天下间兵荒马乱，五皇万岁开科书事，挑选天下文人武士安邦定国，点我为着金科武科场主考官，再过武科场开科书事日期计较，来啦！选进天下武举子进场。天下举子进场，报大人知情。天下举子全部进场，替下遵命了。天下举子听着，
金科五皇万岁，大开五本，挑选天下令人安邦定国，令得不可长，积压天下基础。下底人大叫三声，无人上场比武，即位金科武状元主持，老夫带着金銮宝殿面军，誓死开始武考场比武。呀，你呸！什么人敢上场在要争夺武魁？岂不知情？我乃济州武技主刘延璋，你呢？岂不知情？定州定天王，定天王洪国迈，定天王嘞，刘延璋击败。何人敢在要上场夺武魁？来也！什么人？汴梁武技主朱温，朱温夺取武魁，各凭本事看刀。定天王败下，何人得要争夺武魁？哎呀！留下状元开炮！什么人？来州明作海，明作海得要争夺武魁，朱温。拜好年糕，非是我马前三回合之将，有什么人得要夺取武魁？哎呀！什么人？陕西武技主葛长洲，葛长洲敢得要以我明作海争夺武魁？立命！葛长洲，你也非我手下三合之将，何人敢在我夺武魁？明作海，休得枪法，将阮开炮，留下来！什么人敢搁上场？我乃潮州铁骨关武技主黄巢，黄巢。你要夺取武魁，在我明作海手段。黄巢，我明作海一旦甲败，
相信金口武将员非你莫属，将员开炮量多你，我这个。唔走嘞，明绝海基金败下，何人得要搁上场夺取武魁？何人得要搁上场争夺武魁？连喊三声，无人上场，我便是金口武状元。何人敢搁上场夺取武魁？怀在哇哇！连喊三声，无人上场，准备见过主考大人，领赏状元开炮了。哦，老夫点灵主了，武科场两眼清官，赵州武基主黄昭，马上马下功夫精通，骁勇无敌，连喊三声，无人敢搁上场。来啦，团结赵州武基主黄昭，领赏状元开炮！哎呀，黄昭参见主考大人。武科场骁勇无敌，领赏状元开炮，随老夫上朝面君。多谢主考大人提拔。打叫你来啊！大叫你啊！进落虎藏我头。太平，官人千秋，官人调国宝，文武定山河，外邦来立库。官人万年高，官人李权在位嘞，国号大同，地号西藏，五家杂条，雷神团聚下去。双开露面，万岁又去双开露面了。铁叔啊，好事啊！吏部尚书典令主见驾，宣进金銮，林老儒。就算万步上金銮了，这神殿领主见驾五皇万岁，万万岁！殿卿神在。官人令你为着武科场主考官挑选天下武技主，即期之何？奏明官人知情，臣客奏五皇万岁。
金科武状元，出在潮州铁骨关，武技子黄巢如巨天，骁勇莫敌，压倒天下武技子，连喊三声，无人敢搁上场比武。老夫带着金銮宝殿见驾，现在呢，五条文化猴子，瑞信。宣进潮州铁骨关，武技子黄巢上殿，万岁有旨。潮州武技子黄巢进殿，林老祖。卡踏凌河棒，入朝见面君。嘿咻！潮州铁骨关，武技子黄巢，见驾五皇万岁，万万岁！现卿身在，见官人为何不敢打头？有罪不敢，输你无罪，打头来！五皇万岁，福建人的黄巢，官人抬头一看，黄巢面如金纸，眉色一字，牙白两齿，鼻色三翘，官人良心受惊，禁戒不输，将过黄巢，赶出五条门外，极之不良，赶去啊！国皇万岁，殿卿，黄巢是金科武状元。为何国皇万岁赶出金銮宝殿，极之不良？殿卿，黄巢生做奇形怪状，官人见他一面也受惊。若是钦点为做金科武状元，又是大唐国体，赶出五条门外，极之不良。瑞信，有事再奏，无事退掉，全家回宫。无道啊！昏君，啊，枉费我黄巢千里路途跋涉风霜，离开故乡潮州铁骨关，来到长安武科场，寄望夺取武魁，会得人救出一官半职，显著耀宗，改换门风，无疑我。为我黄巢五行生雕，与过一般人不相同。武道昏君，看我一面，将我赶出五条门外，极之不良。我有什么面目，倒当去故乡见过故乡的父老？一把怨气无地发泄，踮在五条门外，甲你坐了一摆反思啊！口气平平灌刀油，板桥道别气红油，马前弹得三仙珠，甘处东条四百招了。黄巢五条门外
地下冤死，发泄着我一百个怨气，严家倒转去故乡潮州去救援，暂时在过长安，下得人抬举，希望下得人救了出路来，准备暂时流落长安啦。现在，现在，花心还来，五金不求，但太岁也来。无奈，发明贤书嘞，在过长安中门时。我身为主持长路，为我这个长安状元时，今日中这个神灵佛道上定有思想之路，我利用加深夜静，暗中埋伏在过这个神灵佛道下，发觉。两名小鬼入我这个长安状元时偷取这个灯油，我甲伊问看安怎样来我这长安状元时偷取灯油，小鬼提水，现主持阴司地狱伫咧做生死轮回车啦。所以需要灯油应用，我专门小鬼，这个生死轮回册内底面是记载什么物件？小鬼伫咧讲，照这个生死轮回册内底面的记载，现主持用世有一个人，姓黄，名赵，字继天。五行生张，面如金纸，脉环一字，牙白两齿，鼻生三翘，有帝王的福分。日后得要起兵混乱大同江山，得要在我长安状元时起手，黄巢长安状元时刺剑。得要对发明提起，提到罗湾为止啦。计将台人八百万，回老三千里。我听见小鬼提水，我一时间万分的着惊，哀求小鬼救命。小鬼对我提水，除非黄巢唔提我。黄巢若是得要抬我，大罗天仙也无法度能救我。指点叫我踮这长安状元寺外口面等候，免偌久，黄巢必定入我长安状元寺。我每一日天明五更踏出长安状元寺，等候主公黄巢若是到位。哀求主公黄巢饶下着我发明一命嘞！长安状元时，等候主公黄巢到位了。呜！黄巢嘞！啊！无眠回转
潮州刻骨关，建在伫我故乡湖路，流落长安，来到这个所在额头一个关，前面正是长安状元寺，该看香火旺盛。香客甚多，踏入长安状元寺啦。阿弥陀佛，状元寺主持发明参见主公黄朝哈。贤师主公，你我素不识面，如何你认得见知我便是黄朝？主公，发明在过长安状元寺，受过神灵指点，在过主公日后，特别在我状元寺起义。混乱大唐江山，主公有帝王的福分。日后主公若是赐剑，特别对我发明抬起，抬到罗湾为止。所以发明全程长安状元寺外面迎接主公。哈，贤师，你受神灵指点，我黄朝日后帝王福分，在你长安状元寺起手赐剑，对你发明抬起，抬到罗湾为止。是啦，哈哈哈！贤师，我黄朝日后若真是有帝王福分，在你长安状元寺起义，我也绝对不杀你发明。多谢主公了。如今主公来到长安状元寺，请主公入内，一同入内了。走嘞！入这个长安状元寺，发明长老对我万分的尊敬，好礼伫咧招待。照伊伫咧讲，我黄朝日后有帝王的福分，在长安状元寺起义，但系我现在身边也无一棍一卒。如何会得人起义夺取东条400城的军州？哈！长安状元寺，花园地面寒山几步嘞？哈！唔走，忽然间。半空中东南边的所在，下宫万道，吹起仙条，渐渐对着长安状元寺而来了。黄朝听者，原来奉上帝旨意，大过一口的宝剑，输在你黄朝日后起义的成事。宝剑也是打，黄朝嘞，半空中，虎攻万刀。吹起仙条，出现一位仙女，手捧一口的宝剑，
算是皇上帝旨意，得要赐我黄巢一后企业成功。也安尼发明善书伫咧讲，果然无错。我黄巢一后有帝王的福分，宝剑在手，我准备明天赐剑。通知发明善书，要紧离开这长安状元寺，无食明天赐剑，恐惊误杀发明善书咧。准备回国善书登录了。呜，发明善书嘞，将国主公请入长安状元寺，好礼招待。主公亲随答应，就是在我长安状元寺赐剑，也绝对不杀我长安状元寺一个人。我发明也安心嘞。等候主公赐剑的消息来了。阿弥陀佛，发明参见主公。来，发明登录主公。我载过着你这长安状元寺，后回园得了一口的宝剑。我有算明天五时三刻，得要开剑刺剑，恐惊误伤着你的性命。你要紧逃走离开这长安状元寺啊！主公五时三刻得要刺剑，是啦，也那呢？我发明故事暂时离开长安状元寺了。走了，明天五时三刻准时开剑刺剑了。发明呢，踏出这个长安状元寺，我该想一个斟酌。主公五时三刻得要刺剑，叫我逃走离开长安状元寺，嘛搁主公赐剑了后，无人奉台，我依然都爱搁倒转个长安状元寺伺候主公。该看这个庙外一丛大古树，年久未深，这个古树已经朽烂，古树丛变成一丛个空壳树。我发明不输暂时秘点这丛的大古树，等候主公赐剑了后，我会得人入长安状元寺伺候主公，暂时秘点这丛的大古树了。唔走嘞，五时三刻。时间将近得要到，踏出这个长安状元寺，额头斟酌一下看，靠面的所在有一丛的大古树，年久未深，这丛古树已经枯死，规丛一只树丛变成一丛的空壳树，我黄巢刺剑。那是误伤生灵，也未免不忍其心。不如我就开剑，用这丛的古树，下底人刺剑，准备开剑刺剑打。什么？
黄巢，宝剑一个开，雷声霹雳，忽然间，一丛大古树一个长，内底面哀叫一声，认出一个人头，斟酌一个看，这粒人头，敢是长安宗门寺的主持？发明善书，哈、啊！发明善书，天数注定在劫难逃，难脱定数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现在我黄巢得要杀你，我事先通知叫你早离开这长安宗门寺，你为何不走？秘点这丛的大古树，偏偏我黄巢又搁用这丛的古树刺剑，可怜人头既长，黄巢五死三击，刺剑已经明白，但来我身躯边也无一棍一卒，得要如何？会得人夺取东条400丁的军州，如何夺取东条400丁的军州？黄巢斟酌一下看，这长安宗门寺外口面弯弯路头的所在，哪有一群的人群渐渐对这个所在而来，皇天河土来往的神奇，我黄巢就是有帝王的福分，你就比如这群的人群会得人来互补我黄巢起义的成事，我在过五条文我得了欢喜，只要我马前有三先的这个军卒，我就敢出轨在你东条400丁的军州了。大前会见这群的狼群了。哦、啊，讲时运不济命中该，浮云惹及董良才啊！红果占住灵芝草，沉香落水，当高才啊！念我上将了。江州名绝海，定天王朱温刘元璋了。唉，咱这人隆重啊，来这雕歌声，文武二科调，希望讲会当揪出一官半职，倒当个故乡徛旗显祖耀宗改换门风。啥知影讲啊？为着这个武状元黄巢，也咧生长奇形怪状，武道昏君董喜宗去予伊惊一个尔，下了一道的圣旨，将这个黄巢啊，改赶出五条门外，节节不用，无大要紧啊。连文科场有哪共款，所有进科得中的人，拢总唔用啦。这咱这人安尼抱过万分的希望来这雕歌声，希望会得人出头。结果安尼失望，无面人倒转去见故乡的父老。住咧流落店外头的所在，咱安尼成群结党，也安尼啊，
无法度人倒转去故乡，还踮外头，又搁闻不闻，舞不舞，未生活，腹肚枵甲大肠过小肠。总讲一句啊，拢是这个黄巢所害啊！恁家看，弯弯而来，迄、那个敢是武科长金科夺取武魁武状元黄巢呀？伊一家看起来黄巢真正有生长，甲普通人无共款。伊安尼一个面袂输金瓜纸呢，伊啊目眉瘫痪，拄好一抓这边透过那边。伊人鼻孔，别人两孔，伊个三孔。伊啊，嘴去人顶啊一排，下啊一排，伊咧顶啊两排，下啊两排。伊安尼两蕊目睭袂输那当灵呢，莫怪舞蹈昏君看伊一个面安尼惊一个险，忍对刀啊卡落来，就安尼甲拒之不良。金科武状元黄巢弯弯而来，来来甲见一面来行。哇，敢是金科武状元黄巢？哦，众位请了，哇，请了，请了。伊安尼为着你一个人哦，伊安尼舞蹈昏君下了一道的圣旨，金科的机主拢总唔采纳。伊啊，我呢抱万分的希望啊，来到地，大家拢失望，无面人倒转去见故乡的父老。也在外口面流浪，也随然安尼啊，大家成群结党，也安尼闻不闻，舞不舞，腰间咧大肠过小肠，总讲一句，拢互你黄巢连累的啊。